来来来，大家一起猜猜看，只凭直觉，你觉得做出《刺客信条：英灵殿》要多少人 ？A. 200人 ，B. 500人 ，C. 1000人。三、二。一，答对了，就是1000人。参与开发英灵殿的一共有17个工作室。第二题，做出空洞骑士要多少人 ？A. 50人 ，B. 100人 ，C. 200人。三、二、一。答错了，答案是 D， 3个人。空洞骑士本身就非常了不起，它只由3个人开发完成，那就更了不起了。最后一题，下面这两个游戏哪个是1个人开发的 ？A， 请出示文件 ；B， 奥伯拉丁的回归。三、二、一，答错了，他们都是1个人开发的，而且是同一个人。请出示文件和奥伯拉丁的回归分别都是我非常喜欢的游戏。说实话，如果不是我知道答案，我很难想象这两个差别巨大的游戏居然是同一个人做的。我又查了查，发现其实只靠一个人做出来的非常厉害的游戏还真不少。我挑了6个是我觉得绝对值得一玩的个人作者的游戏，和他们的故事一起分享给大家。第一个 Tunic 是我今年完全意外发现的一个游戏。一眼看上去 ，Tunic 视听的卖相就十分迷人。它的画面简单而漂亮，色彩活泼。它的玩法结合了2D 塞尔达式的俯视角探索和魂系列的战斗和推进方式。地图的设计很好的继承了双清的基因，盘根错节的结构，随着能力的获得，能去的地方会一点点解锁，探索起来非常有成就感。游戏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你会在世界里找到单张散页的说明书，整个游戏路径、基本操作都是通过说明书告诉你的，这就很像一个老游戏实体版。随盒子附赠的小册子有目录，有操作说明，有游戏背景，非常复古，真的很像。因为主人公在游戏里也是不太识字的，全是乱码，说明书里的文字只有几个字能读懂，连居民说的话也是听不懂的。真全员谜语人，在这些谜语里藏着一点点的信息，刚好够玩家推理出前进的方向。而整个说明书又承载了这个游戏贯穿始终最大的秘密，不能剧透太多，玩就对了。XGP 就可以玩。我是在通关之后才了解到的， Tunic 在一开始也是1个人开发的，后面才有发行商帮忙招人，参与了一些音乐和美术，前后花了7年时间才完成，是一个精雕细琢，很多细节都很可爱很聪明的游戏。第二个知道的人就多了，算是个人开发者的故事里很有名的，就是 Eric Baron 的《星露谷物语》。这个农场游戏，我1个人在里面吭哧吭哧耕耘了110个小时。Eric 为了做这个游戏，1个人吭哧吭哧辛苦耕耘了4年半。《星露谷物语》的开发过程满足了我们一般人对个人作者最朴素的想象：钱不够，白天做游戏，晚上做兼职，所以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同时对自己的作品有很强的占有欲，希望星露谷完全属于自己。遇到了问题，甚至都不愿意问论坛，很怕受到别人意见的影响。Eric 就是这样一个真正的孤勇者，一个不折不扣的游戏农夫。还好现在的 Eric 已经不需要打工了，他正在开发的新游戏《闹鬼的巧克力店》也公开了预告片。要经营的场所从农场变成了巧克力店，战斗机制也更加的完善。虽然上线的时间还没有那么快，但我已经很期待了，我的肝已经准备好了。第三个，开头题目里的来自传奇的 Lucas Pope 的请出示文件。这个游戏我很久很久以前做过视频，我第一次做评测视频就是写的这个游戏。光进标题页就能感受到这是一个反乌托邦主题的海关模拟器。请出示文件非常成功，4年后 Lucas 又1个人做了一个斩获大奖无数更厉害的奥伯拉丁的回归。他就好像是在证明他的成功并不是偶然，确实是个天才，而且他也不缺钱，他就是想要1个人做游戏。说到奥伯拉丁的回归，我真的好爱这个游戏。我熊熊燃烧的侦探魂在这艘满是尸体的鬼船上得到了释放，绝对是最好的推理游戏之一了。你扮演一位保险调查员，登船调查奥伯拉丁号悲剧的真相。玩家会收到一本日志和一块怀表，怀表可以重现死者生前最后的一段记忆，日志则用来记录调查过程并完成推理。从上船后看见的第一具骸骨开始，游戏会给玩家一条清晰的调查线路，船上60个人的面貌和遭遇会有节奏的让玩家发现，不会让人像无头苍蝇一样茫然不知所措。但同时，他很聪明的地
方就是很多线索明明已经给你看过了，而且是早早就看过了，但是你就是会错过。这些线索会藏在音频里、文字里、照片里、场景里，任何地方都有可能。你必须调动一切感官和常识，推理出他们的身份和遭遇，有难度。还好游戏很善良，玩家每核实三个人的身份遭遇信息，就会表扬你干得漂亮，不会像柯南一样露出全场只有他和凶手知道真相的那种邪魅一笑。整个侦探游戏玩起来的感觉特别像是拼图，只不过拼图的碎片散落在各个角落，我们必须先收集每一块拼图，然后再拼，直到看见事件的全貌。这种找到两片拼图，发现它们恰巧可以拼起来的成就感让我着迷。翻阅日志就像翻连环画一样真实，把一幅幅画面串联起来在大脑里播放，最后抓住呼之欲出的真相的时候，我真是太满足了。虽然游戏只用了黑白两色，但我却感觉结结实实的在这艘 literally 死气沉沉的船上看完了一部无人生还加泰坦尼克号，荡气回肠。而且它在 Steam Deck 上的表现也非常完美，如果你喜欢推理又还没有玩过，快去玩啊，现在就去。其实我还玩了 Lucas 之前的一些游戏，因为我对他太佩服了。这些游戏可能更小品级一些，但都挺有创意的。毕竟人家20岁不到，和朋友一起做 mod， 还得过奖。小时候父亲一起修车，长大了就做了个修车的游戏，被动视收购了。加入大公司以后，能给神秘海域的团队做好用的开发者工具。Lucas 经验丰富，才华横溢，不缺钱，现在只想一个人做游戏。最新的作品 Mars After Midnight 也会继续他对这种伊比特风格的喜爱，看着还挺有意思的。We'll see how it goes. 第五个，画中世界。我记得画中世界刚出的时候，我身边很多朋友第一时间就买来玩了。它的气质给人一种纪念碑谷的感觉。帮大家回忆一下，玩法是在一幅四格漫画里缩放移动小漫画，把里面的物品分离组合来解谜。这个游戏的中文名很直白，画中世界，但是它的原版英文名字 Gorogoa，不知道怎么念 Gorogoa， 我在字典里找不到这个单词。它其实是作者 Jason Roberts 小时候给自己假想出来的怪兽取的名字，现在就变成了游戏里龙神的名字。虽然 Jason 的本职工作是软件工程师，但他其实最喜欢和擅长的是画画，尤其喜欢漫画和格子的组合，更喜欢让大家直勾勾地盯着自己的作品仔细欣赏。为了解谜，玩家现在不得不死盯着他的绘画作品仔细看个够了。最后一个当然就是 Undertale， 它是我非常喜欢的游戏，在 Switch 必玩的下载版游戏榜单里位居 Top 3。当时我说，只能说它不会按牌理出牌，并且会频繁制造意外，是一个非常动人的游戏。在这个游戏之前，我还真的没有想过，为什么 RPG 里的怪物一定要被消灭，我就不能够跟他们做朋友吗？我一个年幼的孩子，明显要出门完成一场震惊世界的冒险，做一些妈见打的事，但游戏里的妈妈为什么总会淡定地和我说拜拜？这些在其他 RPG 里习以为常的诡异逻辑， Toby Fox 不是很想买账，他钻了这个牛角尖，然后做出了 Undertale 回应整个游戏界。 Toby 把性格、情感和故事揉在一起，赠予了地下世界的每个角色，让玩家闯进来，然后把如何通关的选择权交到玩家手上。还是那句话，如果你还没玩过，千万不要被他朴素的外貌给欺骗了，他会给你一段与众不同的游戏体验。讲了这么多，其实对于普通玩家吃鸡蛋就够了，我们何必关心下蛋的母鸡长啥样？开发者是一个人还是一千人，关我什么事？会关心下蛋的母鸡的除了农场主，那就是鸡蛋爱好者了。作为一个鸡蛋爱好者，我在准备这期视频的时候不小心有了一个额外的收获。在我原来的想象里，独立开发者有可能会遇到的困难，比如说某个工种不会或者缺钱，但我看了一个 GDC 的分享会，发现其实最大的困难点是在至少3年的时间里，为了一个遥远的目标，日复一日只有自己做一件事。对个人开发者来说，没有老师催着你交作业，没有答辩预答辩这些 deadline， 没有老板逼着你干活，也没有投资人会给你外部的激励或者是外部的压力，当然你的家人也很难年复一年的支持你。就一般人而言，在朋友圈打卡读书、打卡锻炼，我看大部分人都是做不到的吧。所以我觉得个人开发者他们身上最可贵的东西就是
坚持，而且他们的坚持是有方法的。任何大的个人项目或者是想要改变自己的长期计划，总是在最开始的时候最容易依靠一开始的一股惯性往前冲，但我们一旦碰到明显的障碍瓶颈期，很容易因为失去这种惯性而放弃。如果程序上遇到了难点，那就先放着，先做美术，保持惯性是很能激励人的。第二个方法我印象很深，这位开发者在项目只有自己一个人的情况下，也会使用协同办公软件来规划和管理各项工作的进度，所以如果没有项目经理，那就可以让软件来代替。最后一个，个人开发者其实也会非常频繁地陷入自我怀疑，怀疑自己是不是长久以来的努力换来的只是一坨屎。他们应对的方法就有点人格分裂，会在大脑里幻想出一个制作人和一个设计师，如果设计师陷入了自我怀疑，他们就会回想起当初立项作为制作人的那个自己，相信自己所做的决定是正确的。了解了一些开发者的心路历程以后，我觉得对动辄五六年的游戏开发过程来说，但凡是能够让自己的游戏成功落地的人都已经很了不起了。虽然他们的游戏不一定知名度都很高，但这份勇气我觉得是值得敬佩和学习的。好了，视频的最后不要忘记留下三连哦。